开始。大家好，我叫张林雨辰，今天我要念的是诗篇第十八篇第十节，跟我一起念。你等一下，他坐着鸡肉波飞行，他借着风的翅膀快飞，就是基路伯，就是神的使者，他开一个飞机，然后飞，然后他靠风来飞，就像一个鸡，就像一个赛车一样，然后是大台的飞机。他这边说他是指谁？耶和华的使者。是耶和华的使者还是讲耶和华？在讲耶和华的使者。是吗？耶和华。耶和华坐着谁？基路伯。飞行要去哪里？飞到基督里。飞到基督里。然后呢？基督就是教会，然后呢？然后飞到教会的时候，是教会，又不降落。然后他说：“降落伞，又。”然后呢？就掉下去。然后看到教会的时候，好别扭。然后他走下去，然后他遇见。等我们在唱歌的时候，他一开门，然后是在我们的心里走路，然后看见我们在唱诗歌，然后他就觉得好感动，坐在那边看我们唱诗歌，圣歌也叫做诗歌，然后等我们祷告完了之后。唱了诗歌，然后祷告了之后就吃饭了，然后耶稣也跟着吃饭，然后我们做什么他就做什么，我们小朋友在玩游戏，他也跟着玩游戏，在我们心里玩游戏，然后耶稣爸爸玩的游戏是躲猫猫，然后他躲到一个地方就是外面，然后我们去外面找他，然后把他拉回来，然后把他拉下去到对，走啊！然后一直走，然后我就觉得好累哦，带的真好累哦。谁？然后耶稣说：“你要走几遍？”小姐，然后他说我不是小姐，然后我说我不是小姐，谢谢。那你是什么？女生。那你是什么？我是带领他的天使。然后。然后他要回飞机上的时候，拜拜喽，见到上面，然后他说到底要玩多久，然后他降下来的时候，然后跟他
跟基路伯讲了一些好听话，然后他就然后就飞回去他要的地方了，然后他说什么就走什么，然后他说要走到教会，然后又要走到回家的地方，教会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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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结果到晚上还在教会回家，教会回家，然后他说我要降落了，然后他说降落伞，为什么我会看见未来？等一下，回家。然后他自己飞上天，他自己走掉了。走到家里说：“哦，好累哦，睡觉。”然后就睡着了。最后我要回他打开心门，接受耶稣做我生意的主宰。我愿意我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，直到永远。阿们，谢谢大家。大哥的。